高兴今天把爱跟温暖送来云林县。那这是本公司今年度捐的第四台福斯高鼎顶级的智牌富康巴士，也是31个月以来捐赠的第16台啊，顶级啊，这个旗舰版的一个富康巴士。我也希望啊，这才是真正中小企业啊，能够啊，在整个地方政府啊资源有限之下，能够团结一致啊，做出啊民间企业力量无穷的一个典范。所以我也希望这才是真正人民期待的善的循环。今天非常开心，也非常感谢我们品丰大中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蔡章煌董事长以及他的家人还有他的同事来到云林县，大力的支持我们弱势团体，那捐助我们福斯高鼎这个自牌的富康巴士来帮助我们的弱势团体我想透过这个富康巴士本身呢，就给我们很多弱势团体在行动上面给予很大的支持跟便利所以我在这里代表云林县的这些弱势的族群来感谢我们蔡章煌董事长他的慷慨解囊、抛砖引玉，我相信他的爱心这样的一个爱心力气可以让我们感受到这个社会的温馨跟温暖